听戏，哈听戏，哈听戏，要用酒就飘谈甜，叫呀呀来悠悠去，醉眠花花迷离戏，秋香到南移，小船下出乱花戏。飘飘对青青，秋天时，秋天时，饮酒饮杯酒先甜，不晓路地啥气味，高粱花搁笑眯眯。欢迎收看《台湾望春风》。哎，这好听不？四季谣哎，一哥啊，这头我叫做《报道四季谣》，对对对，代表下咱报道每一个的风景，四季风景的这个。对对对，就是春夏秋冬嘛，哎。啊，真侪这个创作人呐、啊，拢喜欢用当地这个名胜古迹啦，还是用迄个景色啦，还是四季啊来代表起迄个歌词。啊！你嘛写真侪歌呢？啊！你有写过咱台湾什么所在？哦，这要写什么？水也够好去的。你敢知影要写这个所在，你都要对这小所在小可有明了吗？当然，你爱去大一阵嘛，安尼才会当有迄个体会，写了较迄啰、比较深刻啦。应该是安尼啦，但是比不然啦。像我就较无安尼，我较搬大出去，我拢听人讲啊。譬如讲，我最近有甲南投写一条歌啦。什么歌？啊，我都爱南，我就是南投之歌嘛。南投之歌。啊，即摆南投先，你都要知伊有啥物风景啊？啊、我就上网去看，哦，以后什么，啊，所以我就给它导落去，导到那边。哦，遐多呢，我真侪啊，就是耶，我点播遐就是耶。经了几个较重要啊，比如讲像我中午有时就讲哦，透早来去合欢山看看雪花飘，哦啊，中岛来去清境农场吃中岛。但是最主要是讲，这个创作人啊，写出这个风景的时候啊，就讲咧，伊咧唱的时候，咱听这個歌的时候，啊，每一句歌唱了出来，啊，迄、那个风景的景色，就敢亲像相片咁款，出现伫你的面前，敢若定格咁款安尼啦。欸、所以说描写这个其实是蛮好的，对啊，所以继续过来欣赏两首好听的歌，哎、欸，来。